想祝福你。艾瑞克会长非常的健康，就平常不拍戏的时候呢，私底下你看他会自备养生的水果来这个养生一下，然后补充维他命 C， 所以才可以保持万人迷的艾瑞克会长。同学的校长室里面，每个校长都要拿一个苹果，莫非下一次艾瑞克就要登上校长的宝座了？是我应该称你为阿诺，哇，心可。最近健身有成，所以米亚辛堡误认成阿诺施瓦辛格了。I will be back。我是欧巴啦，只是壮一点而已。这一季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不知道坏人在哪里。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同学，他非常有可能是卧底，我觉得是马宝。还有这个是我的小可爱，他每次都在那边装傻，真的他在剧里面像那啥，然后其实他就是眼睛一拿开这样。马宝，你可能就是卧底，我要去抓他。